CP 值超高的特盛海鲜冻，4000日元，折合台币的话900多块，6元呢，太好吃了。大家好，我是小慧。今天这是开场特别的漂亮，在雪地之间呢，哦，好梦幻哦！我是 Elsa， 我来开玩笑。我现在人在岩手的盛冈市，来日本就是要来吃什么？生鱼片，超级无敌开心的！我知道日本生鱼片都很新鲜，而且又很鲜甜。听说这边有一个 CP 值超高的特盛海鲜冻。那我们再去的路上了，这里是盛冈的沉积公园，是不是超美超梦幻的？因为这里离那个海鲜洞有点距离，然后就说一定要来这边拍，因为太美了。OK， 那我们就去的路上 ，Go！ 呜，好开心哦，要去吃海鲜。盛冈沉积公园很神奇哦，你看这边的河。是不是已经冻成冰了？好恐怖哦！冰的河哎，你能想象？冰河。对，好冷哦，好冷，肚子又好饿。海王到了，那我们就进去喽 ，Go！ 哎，哦，对，对不起。已经就坐了，里面有暖气可以吹，好温暖呢。好，那刚刚呢，我已经在店里面点了一个4000日元的豪华生鱼片拼盘套餐，那我们就请老板帮我们上菜，谢谢老板。要收。谢谢。哇哦，这个是尾鱼下巴吗？本マグロのカマですね。首のところです。哦，第一次看到。哇哦，超豪华的。这个生鱼片看起来超新鲜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岩手の全部お魚になってます。白いお魚から食べて赤い方がマグロなんですけど味が濃いのでこれが後の方がいいですね。好，我就请问老板说，这里面生鱼片拼盘套餐里面有几种生鱼片？7種類のお魚とマグロの骨ですね、これが。请问我为什么花那么多？スプーンですくって食べます。啊，请问老板，这一个拼盘里面最喜欢吃哪一种肉？マグロが一番好きですね。ここの赤いところ二つとこの骨ですね。三種類。就是可以请老板帮我介绍每一种鱼它的名称吗？はい。でこのお魚がメバル。でホッケ。イカ、タコ、ソイ、カレイ、あとここ三つがマグロですね。哦，原来如此。那这个的话，有什么推荐的吃法吗？このまま温かいまま食べるところがたくさんあるので、ここの部分から食べて、あとはついているお肉を食べてください。谢谢老板，耶！好，老板介绍完了，超开心的。好，那我们来开动吧。我想每一个都先吃原味看看。哇，白色的肉，先从白色的肉开始吃。哇哦，这个肉也太晶莹剔透了吧！它的鱼肉那个味道没有很明显，可是吃下去都是那个海的那个。有一点点咸的味道，然后又有那种鲜甜，哇，好特别哦！再来换这个，嘿嘿，让我来沾一下，比较清淡的酱油。哦，花鱼好好吃哦，这个酱油很好吃哎，配这个酱油，整个鲜味提升了很多，生鱼片的口感吃起来就是 QQ 的。这次换沾生的酱油，哇哦！它花枝就跟台湾的一样，一样吗？嗯，可是它更 Q 一点，更新鲜。可是台湾也很少用花枝拿来做生鱼片，
对吧？蛮多的，那我就是你好拍摄章鱼，它酱油吃沾起来都好好吃哦。除了甜甜之外，更能带出鱼的鲜甜。嗯，那章鱼好好吃哦，超 Q 的，它有嚼劲哦。然后它越嚼越甜，这个章鱼比花枝 good。我知道这是什么石，这个就比较入口即化，哎，那生鱼片每个都好新鲜哦。鲣鱼好好吃，每一样都好好吃哦。它多了一个奶香味。它多了一股奶香味之外，它的鱼的味道也比较重，而且都用比较淡的酱油吃就很有味道了。那我们来吃这个，这个鲔鱼的油脂比较丰富，它入口即化，哎，这个鲔鱼好好吃哦！你一咬下去，那个油脂、那个鱼香味整个散开在你的嘴巴里面，真的很新鲜。这个鲔鱼的部位，它口感又更软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多，它口感比较偏扎实。这个的话也是油脂一样，可是它吃下去口感是入口即化哎。嘿嘿，好开心哦！那当萝卜丝，嗯，你们刚刚看我吃会不会想吃？会，太幸福了。好漂亮哦！我第一次人参瓜鲔鱼骨，嗯，也好好吃，好甜哦。为什么鲔鱼的肉都可以这么好吃？难怪老板刚刚说最爱鲔鱼了。可是这三种肉，我还是最喜欢那个刚刚那个西友跟我说靠近头部这边的。那我们先来吃鲔鱼下巴，先从老板推荐的这块肉开始。哇，好大块！还有鱼骨头，嗯，哦，有一点柴鱼的味道哎。哎，我原本以为它没什么，就是油脂的部分，就单纯都只是瘦肉而已，吃起来完全不柴耶，肉质超细嫩的。日本的鱼就是不一样，超开心的。嗯，你们在看我之后很有罪恶感的。可是这个肉真的好特别哦，它有一种，它虽然是鲔鱼，可是它吃起来就有带一种一点点的那个柴鱼的味。老板有用柴鱼调味吗？好，没有，老板太忙了。老板嗯，它有点豆腐，越吃越像那个味噌汤。嗯，这个好特别哦。它这种应该都是酱油沙。嗯。对。砂糖，甜甜的。对啊，而且问题是，它完全不柴耶，这个肉很细致，而且越吃越香，整个那个鲔鱼的香味跟柴鱼味噌的口味就是融合在你嘴巴里面散发的。啊，嗯，啊，原来这是虫食。对啊，对啊，饭的吃。我原本以为它是高丽菜食。很甜的葱哎，既然到日本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好吃，每一样都好好吃，好惊艳哦！甘蔗汽水，你们这样看我吃，最想吃哪一样？每一样。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吃生鱼片，所以真的很幸运，就是真的可以吃到这么豪华。
浅色比深色好吃。看到了，要流眼泪了，感动，太好吃了，真的好吃到感动了，真的。要这个瓦萨米好厉害，它吃下去眼泪会马上飙出来。刚才被鲨鱼吃过还好了。那这个特制的那个山葵酱我觉得很好吃哎。用力眨眼睛。有眼泪了吗？流眼泪了，太好吃了。还没哭完。对啊，那个山葵真太强了。瞬间吃到好多高级料理的水米片，好幸福哦！嘿，啊。特别好吃，不知道怎么在日本吃生鱼片就是特别好吃。如果这两个4000日元的话，折合台币的话是900多块，我会点来吃哎。吸油了，吸油了，藏得多好，你看也看不见。啊，这个更进阶，我觉得。真的。鲜味，它多了一股鲜味。那这连萝卜丝都好好吃。真的。哎，它的肉质真的很好，其实我很想配饭。哎，它这个是，哦，有一碗白饭，我们自制冬粉，这是闪烁，放上去，哇，超豪华的啦！再淋一点酱油，哇哦，你有看到饭很轻盈吗？生鱼片就是要配饭，而且一定要是日本的饭，太好吃了啦！日本的米都好甜哦，我所谓的甜是好吃的甜。你能想象刚刚这样一盘跟这个只要台币900多吗？无法想象。对啊，很幸福。所以它是翻面还有哎。你看，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美味啊！是，盖上来了，开心！哇哦！哇！哇！是，好。入口即化，好好吃的鲔鱼盖饭。好幸福，这个鲔鱼入口即化。
吃尾鱼下巴。它那个鲑鱼下巴，它把它烹调的很厉害，它当然是瘦的肉都不会柴，而且还很细致之外，它靠近油脂的部分，它那个油香味它也保持得很美妙。越吃越幸福的下巴，吃鱼会变聪明。今天的智商有没有增加？还是我把它捂。这样换算成台币900多块，真的太超值了。真的是高 CP。好超值哦！好，这个4000日元的豪华生鱼片拼盘套餐完食了，超开心的，耶！吃了非常新鲜的生鱼片，而且里面有很多种的生鱼片是我第一次吃，而且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甜。还有这个巨大的尾鱼下巴也是第一次吃，它肉质有让我意外到，哎，它油的地方也不会说到很油，然后肉细致的地方超细致的，应该说瘦的地方超细致的，整个让人家一口接着一口，让人家吃不停，意犹未尽。非常感谢，就是这次来到日本可以体验到吃生鱼片啊，还有吃许多海鲜，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幸福开心。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为止，然后如果大家也喜欢看就是去到处吃吃喝喝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爱大家。姜汁汽水好喝哦。